啊，咋了？路还没下雨，俺们家。没冻着嘛，来着了。下完雨都干了。你说我干了，别下不对吧？是不是？你今天晚上几点？看明天我几点天气？那不，这晚不对呀？好了。哦，不等了，对吧？今天我问你们，我们咋不落地？哎，老李干不干了？这个是外包的。好了，这是一个。你不是干嘛吧？我。大姨也包呢，本来，要你爷包包，本来嘛包啥嘞？本来，那是咱村里的包。iPhone的也你了，iPhone抓了嘛，都上个月没有iPhone。那怎么了？下来，哎呀！哎呀，等会儿我也来。来接机啊嘞！也叫皮包嘞。 咱这回皮包嘞，你看，坐牢，难过。OK，明年五年过。呀呀呀呀，本来就要拿椅子嘛。妈。 那钥匙喽，这是你的不？哎呀，宝贝。哎，俺没有嘞，俺不能了。哎，俺不能知道。